我们留学生朋友来到浙江学习，感知浙江，融入浙江，进而热爱浙江。对，现在咱们的留学生不仅仅是感知浙江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融入了浙江，积极参与到浙江的社会生活中去了。确实，我听说有很多留学生朋友啊，加入了志愿者，服务浙江，奉献浙江，和浙江的梦想一起飞翔。浙江科技学院的同学就非常有心得，他们把自己的心得创作成了节目。接下来就请欣赏由浙江科技学院带来的合唱《和浙梦一起飞》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米莱，来自非洲的津巴布韦，现在是浙江科技学院留校带路 APL 的负责人。大家快看，杨雷锋们来了。2022年，杭州就要主办万众瞩目的亚运会了。我们这群杨雷锋经常走进社区，为建设更美丽的杭州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生活垃圾分四种，蓝绿黄红四个铜，纸箱金属饮料罐。回收利用蓝铜棒，现在面包产业家绿棕里面来安家，腰饼灯管蓄电池，有害垃圾用红铜，掏洗闹不香烟蒂，黄色大桶装机渣，垃圾分类并不难，养成习惯就自然，只要你我共出力，杭州一定更美丽，只要你我共出力，杭州一定更美丽。请问你是什么垃圾？你们怎么骂人呢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们的意思是，请问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垃圾？剩饭剩菜。谢谢，金饭绿董。老爷爷，请问你的是什么垃圾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么多垃圾桶，我脑子都转不过来了。我这些饮料罐该往哪儿倒呢？饭篮桶，回收利用不浪费。啊，真是好，还能回收，节约资源，谢谢你们。咦，你们都是外国人，你们从哪里来？是的，我来自南非。我来自坦桑尼亚。我来自美国。我来自法国。我们都是杨雷锋。今年十一国庆节，这是疫情过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。上城区民警预计在杭州湖滨十字路口会迎来人流高峰，我们志愿者们一起走上街头，跟民警们一起维持交通秩序。那一天的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，但是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交通和行人井然有序。一直到傍晚时分，我们没顾得上吃一口东西，喝一口水。就在我们准备换班的时候，一位抱着孩子的老奶奶被挤出了人群，倒在了地上，孩子被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
倒在地上的老人家用惊恐的眼神向我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一位志愿者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，用身体护住了老人和孩子，其他志愿者们也纷纷过来一起阻挡拥挤的人群。路上的车流行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为了保护老人和孩子不受到踩踏和伤害，最终我们一起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共同搭建起一道最美人墙。